请风车返校日五十一 tag， 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大家好，我是一个巫婆，而且是一个有经验的巫婆，所以我的名字叫做巫帝。非常欢迎大家来到纸风车返校日线上剧场第五集。跟各位介绍一下 ，This is a today， 屋顶要让 stable 自己动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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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动起来。变啊！我变一个给你看嘛！啊 ，This is a 几鸡棍呐！各位观众朋友，猜猜看，等一下屋顶哪里会痛？啊啊啊啊！不论制作人打哪里，屋顶都会痛。我们来看影片，请看。剧场啊，有很多创意来自于生活。我们来看啊，这个 demo 遇到纸风车的演员会变出什么？干嘛钱？我就是我卡钱呐 ！Take 7749。啊，你个你啊嘞！你是不知马钱什么意思了啦？马钱的意思就是讲你的专业兴趣来，你的专业术语嘛。马钱叫你按较紧的啦，你7749天，你敢你是牛头马面的啊？你看得到我？我不只看得到你啦！我还打得到你啦！马跑，快马加鞭！讲得紧嘞，马前呐，赞！一分钟创意的短剧影片，请看。你们怎么没戴口罩啊？接下来呢，屋顶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好朋友，她是国宝级的，就是我们唐美云女士。唐美云歌仔戏团他们真的很有诚意，也为我们拍了影片，我们一起来看他们有多有诚意，请看。防疫不是口号。同心同调，消灾除了祈祷，有赖自他共行共好。出门戴口罩，防疫一把罩，时时勤洗手。最高的标准，防疫观念要明白，守护健康，一起而来。拜托，这次一
你一定要看。你就不要拍了，我跟你讲，你挡住，你不要拍，我跟你讲啊。笑嘛，笑嘛，你看这样，放上。我在跟他讲话嘛，啊！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对的，你不不对，我不能够打，对对，打我自己，我打我自己嘛！哎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